看迷你世界中的星云闪梦贝克，他留着蓝色的短发，并且他乘坐着云来到了迷你世界。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贝克他是一个男孩子，错，其实贝克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女孩子，你们知道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非常喜欢星云闪梦贝克，那么请为他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贝克他披着一个白色的披风，非常的美丽，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官方大大在他的简介中并没有说他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但是我和学姐在游戏中发现了贝克是女孩子的这个秘密。小伙伴们，你们看，当贝克生气的时候，他居然是和女孩子一样的双脚落地。哎呦我去，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喜欢贝克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所以贝克双脚落地就代表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男孩子，因为我和学姐发现迷你世界中的所有男孩，比如说程景一，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一定是单脚落地的生气，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双脚落地的只有女孩子，比如说玛丽露。小伙伴们你们看，在玛丽露生气的时候，她就和星云闪梦贝克一样都是双脚落地，这一点和星云闪梦贝克完全的一致。所以说其实星云闪梦贝克他并不是一个男孩子，他是一个女孩子，你们知道了吗？